Hello， 我是邝洁莹 Judy， 香港 TVB 的演员。过年之后我就要拍新剧了，到时候会很忙啊，所以今天趁住得闲，我就去尖沙咀那里行下街先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，觉得新年就是要穿新衫的。那我现在行紧的铺头就是叫做雅逸，我挺喜欢这个牌子的理念的，它是将现代女性独立自由的个性精神、自信乐观的内在力量，都是透过它的衣服去呈现出来的。咁好似我呢一套蓝色格纹嘅小香风套装咧，佢就系采用咗一个意大利嘅材料嘅。咁上身呢度咧就系用咗一个圆领线条嘅设计啦，再配埋呢一个金色嘅扣咧作为点缀，我觉得咧成个望落去咧都好显个人嘅气质噶。而下身咧我就系拣咗佢同款嘅裙啦，咁样成个望落去个 total look 咧都会系特别高级噶。咁我觉得咧过年嘅时候咧，其实着呢一个去拜年嘅话咧都会特别亮眼噶。买好衫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准备再睇下其他嘢，睇下咧有冇啲啱我其他亲戚朋友嘅礼物。今日收获真系好丰富啊！过新年咧真系特别开心噶。咁今日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啊。